国中立委，因家拢无读册，因误解二七五八，唔知是真呢，唔知也是假，唔知。即马记者会煞了，我就要来找招这个友好的社团。十月二五，黑暗二七五八职业工会，所有的台湾人了解二七五八，建设台湾。啊，咱媒体记者朋友，咱台湾各位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真久毋捌参加记者会啊，吼！啊，今仔日这个记者会，就是要讲二七五八，不设台湾，吼、哦。啊！被抗议国众立委去破中国的南巴、哦啊、所以现在记者会煞了，我就要来找招这个友好的社团来讨论，是不是在十月二十五黑暗十月二十五，就是二七五八捷运迄日来办一场二七五八职业晚会，咱要来邀请对国际学的政治学的学者专家来公开说明二七五八号到底是代表什么。讲什么？事实是安怎？讲话，所有的台湾人了解。二七五八不设台湾，嘛要向国中立委，因家拢无读册，因误解二七五八，唔知是真呢，唔知也是假，唔知，就是要互因了解。二七五八真正意义，来误导、来纠正因错误的认知。另外呢，嘛要来透过这个晚会，来表示台湾的民众支持即卖执政党对二七五八这个意思，就是讲二七五八。不受台湾的这个意思，甲友好民主的国家的解说是同款的，是一致的。安尼，咱台湾就会当早一日被接受、被欢迎，进入联合国，加入国际社会。所以，咱期待十月二五。会当举办二七五八主夜晚会，大家期待，多谢。台湾的眼睛，民视。